这是谁帮他做的那个吊饰啊？我家里带。哎呀，好可爱，好合身哦，妹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嗯，我今天早上还帮他洗屁屁，先让他空腹。可是要帮他买牛奶，因为他没有茉莉给他买的那个，他会喝会腹泻。你说克林哦？没有，因为他有给他加咪呼了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对，所以。乖乖乖，嗯。